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小胖。我现在对这个疫情是越来越绝望了啊！绝望的不是因为说现在疫情的反复无常，而是现在我就感觉这种情况下去，就是之前嘛，我上一个视频也提到疫情了，我说之前这个地方没有核酸检测点，我敢保证啊，从有疫情以来，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核酸检测点，就在5月13号那天还是12号那天，突然就出多了两个人在那做核酸检测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没有在那做。我选择离他距他300米的地方，一个正规的一个社区的核酸检测点，我在那儿，我是选择在那儿做的。然后呢，我就出了一大堆疑问，就是上一个视频。然后现在我就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很迷茫。当时手底下有个给我留言，什么印度眼镜蛇还印度毒蛇，我当时没当回事儿。后来上网上无意当中啊发现了，真的是可能是这个事儿，我不知道是虚拟出来还是真实的。说这个印度吧，说的意思那个蛇泛滥，然后呢，有人说了，杀一条蛇给多钱，比如说杀一条蛇给多钱，然后大批量人去捕蛇，然后发现呢，一大堆人去捕蛇，因为杀蛇有利益，然后蛇少了怎么办呢？有人开始偷摸养蛇，养蛇的目的只要有蛇，对吧？才有这个杀蛇才有钱呢，所以说发现蛇不但没有少，反而越来越多。这个故事是网上很多人盛传，我也没去调查是否是真假。但是现在的核酸就这么个情况，对吧？13号我忘了，咱这连续2天说是全民核酸，确实咱家附近啊有这个感染者，连着做2天。今天我休息，刚才我下楼一看，哎，很不幸，楼下依然还在做。马路对面呢整个大喇叭，这个两个就隔一条马路啊，隔一条柏油路，两边对着喊。然后据说啊，好像他们社区还有名额，对吧？这个名额怎么整？我不知道了。如果这个东西一旦成为产业链，我跟你说，疫情永远不会结束。有人会说做做去呗，对吧？那个反正也是免费的，确实如此啊。如果你想去正规医院去做核酸，我们是不免费的啊，一直都不是免费的。我不知道现在是否以后变成免费了。比如说，我想去趟外省，或者我想出趟国，对吧？我需要拿到核酸报告的情况下，我去医院做那种核酸检测，需要几天多长时间出报告那种，是收费的。但是现在就这种。社区做的都是免费的，从来没有收费过，对吧？那难道这种免费真的是免费吗？大家想都不用想，如果我是医药公司，我搞核酸检测这个东西的，如果我这些东西投入出去了，然后呢，每投入一个，没有一个人做核酸，我就赔一笔，我早就把这公司解散了，不干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赔钱呢，对吧？谁缺心眼儿赔钱吗？你们不拿，我们老百姓不出这个钱，其实国家是在出这个钱。换句话说，说句最大不敬的话。国家花多少钱和我没有关系吗？也没有关系。问题你要知道啊，这个东西是涉及到我个人利益的。什么叫个人利益呢？因为你们挣国家的钱，我无可厚非。但你要知道，这个钱怎么能一直挣下去？那就是有不断的病例诞生，对吧？如果有一天病例没有了怎么办？就像人说的，会不会有人去饲养病例？就像我所说的，如果我有足够的利益，我穿上一身大白的衣服，我找个桌子，找个机甲一支，我也做核酸，对吧？我可能在抠医用，我可能在抠你嗓子眼儿时，我的棉签里掺有部分新冠病毒，抠完你必感染，病死了，对吧？每3天2头换一个，你去哪找我去？找我们都找不着。你这个病毒会一直在存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病毒存在，这些公司就能挣取大量国家的金钱。说实话，还那话，国家有多钱，国家花多少钱和我们老百姓没有关系。但我知道。很可能下一个我就成为这个祭品了。就说白了，如果这个东西它挣不到钱，没有检测，就没有人会在这方面动心思。那疫情可能自然而然就结束了。疫情结束，对我最起码我的生活恢复平静了，我可以继续上我那班，对吧？继续想玩玩，想吃吃，想喝喝。而疫情呢，你要知道，现在很多人哎，可能感觉疫情离我们很远，那很可能下一个或者是不断的繁衍下去。不一定哪天疫情就摊到你头上了，可能你就是被人家有意而为之的就下了一些本不应该属于你的东西。如果你不得，对吧？那疫情不会平复。就包括现在有突然莫名其妙查不到任何根源出来的疫情，对他而言，世界一下就崩了，对吧？世界一下就塌了，不仅得隔离，而且还可能面临着后续的一个后遗症。是否有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就知道这种现象，如果再不出手制止。那这个东西会成为啊，可能100年之后、200年之后，反过来我们这一代，对吧？负责这个的人可能会成为千古骂人，就可能会背负着千古骂名，也可能，对吧？人大家都知道历史，500年之后的人会怎么看待我们现在这种现象，我不得而知。我不希望啊，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候，
在历史翻过来以后，我们这回现在这段时间呢，所作所为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败笔，而且你会发现，就是利益，没有别的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我都知道，这些人不知道吗？他们阻止不了吗？可以阻止，但是没有办法。你会发现，能阻止的人都是受益者，所以说没有人会阻止，太难了，真的。我一直坚信这句话，便宜没好货的，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。好，今儿说这么多。